Gracias a usted. Por la oportunidad de estar aquí. Y sí, de verdad, muy caliente, lo que no vi, pero para uno trabaja para competir y salir ahí a hacer el juego. 他说，先感谢上帝，那确实今天天气蛮炎热的，那就是把自己的球工作做好，那剩下的就交给队友。 没错，刚刚有讲到要交给队友，其实今天真的队友们也非常非常给力，因为我们打下了七分的分数，让我们的魏晨曦能够更安心的来发挥。当然，有队友的守备以及跟鼓手之间的合作无间。那也想要请问婷婷来分享一下今天这样子队友给力的表现，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队友说的？是南美队还是西班牙队？对，有一点，我想给雷吉姆，啊，我们很稳。 非常多稳稳的，对，希望我们的卡内拉也是非常有默契，我们的默契，我们赛亚纳，我们当然。他说是很感谢队友，在不管在防守上的帮忙，或者是打下这七分，那很感谢队友。那我们就希望我们可以继续一起打球，然后继续赢球。继续来的，继续赢球。其实我们也看到现场所有的选手队友真的要热情的掌声献给魏能帝，因为其实。 之前有访问到，他想要长局数的来贡献，就是希望可以让我们球队的投手有多一点的时间可以休息，来迎战后面的比赛。那其实呢，接近我们上半季尾声，我们剩下七场赛事，很有可能魏能帝会再出赛一场左右。那有没有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最后上半季的有什么想期许自己的表现吗？ En cada juego hacer buen trabajo, ayudar al equipo a ganar y ¿sabes? Competir, que era muy importante, pero sí, igual para el próximo juego salir allá a ganar. 他说，其实每一场比赛他都要很尽全力的准备，那不管是最后一场比赛或者是第一场比赛，他都要做好自己的工作，那就准备好赢球吧。 想问一下，魏能帝愿不愿意来挑战一下我的韩式应援？他说他不知道怎么跳。哦，不知道怎么跳，哎，团长这边请的，豆豆，来。OK 吗？没有，我们是日系公司嘛，合理，爸爸，合理。 他不知道怎么跳，是不是？那这样好了，我们跳简，还是我们就直接签名了？要清风。你要。